为受飓风佛罗伦斯即将在今晚正面吹袭美国东南沿海地区，商铺被抢购一空，居民疏散后，城市好似死城一样。当地天文台预测，佛罗伦斯将会导致前所未见的严重洪水。东部多个州份和华盛顿特区早前颁布紧急状态令，要求区内170万人疏散。